刘仲敬访谈065论王立强共谍案，再论主权者。凭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65集整理文稿，主持人台湾陈义宏医师，发布时间2019年12月3日，整理者三马兄，主持人本周想要请您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台湾被查获的一个共谍的案件，主角的名字叫做王立强，据说他是中国布建在澳洲、台湾和香港的情报网络的一份子，他现在叛逃到澳洲，相信他的很多情报已经经过核实，台湾也迅速的在他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逮捕了可能是他的上级的向心，在从台湾的国际机场要出境的时候被逮捕了。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匪谍原则上应该是白区党的核心，也是共产党的核心，会瓦房店到这种程度吗？刘仲敬，我相信他被抛出来的时机像孟晚舟一样是有所讲究的，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选择，基本上就是布拉格政变1948年2月以后美国干涉意大利选举1948年4月的那一套做法。按照民主小清新的论点来说的话，这些事情全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东欧和西欧的联合政府本身就是雅尔达国际交易的一部分，它也是随着布拉格政变而逐步解体的。意大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机会显然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多一点点，比波兰统一工人党要多出几十倍来，实际上只有意大利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才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纯粹就是外国人，之所以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完全是由国际干涉决定的。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仍然是民主小清新不愿意承认的暴力和暴力机关的问题。东欧和西欧都成立了盟国所要求的处理战后问题的联合政府，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联合政府是战时一致内阁的自然延续，会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以后结束，以后就由大选来决定了，而苏联人则决定以后就不再有大选了。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归属，戴高乐在法国阻隔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是临时政府混乱的议会的第一大党，在1945年的法国立法选举1945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 中，法国共产党比位居第二大的人民共和运动 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 要多七个席位，比位居第三大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要多14个席位。法国共产党要求戴高乐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或内政部长交给他们，戴高乐拒绝了多烈士 Maurice Thorez 的要求，但是从数值上来讲，法国共产党在政府里面的席位还是不少的，意大利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都没有掌握国防部和内务部，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会和政府中占的席位并不比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要少，但是其中包括了国防部和内务部，因此他们可以做票，也可以发动政变，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意大利掌握了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所以他是美国人不愿意放弃的。在1947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黑手党和天主教会联合起来打击共产党，把意大利共产党赶出了联合政府 May 1947 Crisis， 以至于最差的时候至少也拥有 10% 集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以后几十年之内在政府中的地位始终不如那些只有 5% 选票的中间派小党，那些小党基本上是准定入阁的。在始终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不稳定的意大利内阁当中，你必须拉拢大批的小党，天主教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cy 和社会党 Italian Socialist Party 都不可能赢得绝对多数的，但是他们只能够拉拢那些只有 5% 选票的中间派小党，却不能够拉拢有的时候能够拿到1/3选票，最差也有 10% 集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这些都是不见于宪法的，是一个身体记忆。这个身体记忆就像是马华在60年代的暴动中得到的那个身体记忆一样。实际上这个身体记忆就是这样的，如果让意大利共产党进入政府的话，就有发生政变的危险。而这个身体记忆是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造就的。各式各样的谣言到处飞，说是中央情报局已经准备跟军方、天主教会和黑手党联合起来发动政变。而按照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恐怕黑手党会上街乱砍人头，使得意大利的中产阶级非常恐惧，由他们产生出来的政治家
出于恐惧而达成了以后的事实上的宪法默契。我们要按照实质宪法而不按照纸面宪法的逻辑来看问题。这一次恐惧正如60年代的马来排华一样，才是意大利和马来西亚的实质宪法。写在纸上的内部宪法反而是不重要的，是起公关作用的。所以五眼联盟 Five Eyes 的情报机构干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干涉意大利大选的类似活动。它针对的就是台湾本身，涉及的当事人怎么样是不重要的。它要达到的效果不是具体的法律效果，而是由此而造成的麦卡锡式的恐惧。这些恐惧使大批的两面人感到，也许有事情也许没有事情，但是我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冒这个不必要的危险呢？出于这个想法，他们做出了理论上并不存在，实际上你也不可能证实它存在的那种做法。就好像说，你在男权社会去散布一个女人不是处女的谣言，不会有人去证实的，但是这个谣言会发生它的作用。所有的男人，你如果问他，你有没有处女情节，是不是因为听到张小姐不是处女的谣言才不肯上门提亲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指天划地地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存在。然而张小姐他们家却会痛苦地感到，就是没有男人上门提亲。他们坚信这件事情一定是由于造谣的人造成的，但是你让他们提出法律上的证据是不可能的。麦卡锡主义的真正用途就是制造出这样一个效果，使民主政治一本正经地称之为中间大多数，实际上是懦夫和墙头草的那一大批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实主义的讲，民主是需要靠操纵这样一批人的人性弱点来维持的，而共产党能够击破民主也是依靠操纵这批人的弱点。如果人类真的像是民族发明家或者伟大作家描绘的那样充满了高贵伟大的情操的话，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而情报机构是了解这些的。情报机构的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前虽然有特务和间谍这种人，但是其实都是业余的。比如说像在蒙古人那个时代招募上几个和尚，或者像在镰仓幕府那个时代招募上几个走方的可以到各国之间旅行的和尚，让他们送蜡丸之类的，那都是非常业余性质的事情。为一个临时需要临时招募一批人，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基本上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为苏联就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用来新 Doris Lessing 的那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有情报机构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这样搞得其他人都受不了了。事实证明，没有情报机构的国家很容易被共产党颠覆，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他们依赖的选民中间有大量的这样的人，是经不起诸如此类的操作的。意大利的事件以及后来智利的弗雷 Eduardo Frei Montalva 当选总统的那一次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用其实是共产党发明的那套手段逆向操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所造成的。现在他们搞的路数，对于我来说，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就像我找不出别人是不是处女的证据一样，我也不想去找。但是我一看这个路数就知道，这就是在意大利和智利玩过的那同一套招数。它要造成的就是在犹豫不决的普通人当中唤醒人性的怯懦那一面，然后适当的达到相应的后果。当然这个相应的后果打击的也是两面人，对于真正的死不悔改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些做法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如果把两面人打掉了，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了，而共产党就会变成只有 10% 核心在内的被谨小慎微的中产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一批跟恐怖分子差不了多少的人。而他们要取得成功，正如党的三大法宝那个经典文献所说的那样，是要依靠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的主力就是首鼠两端的两面人，等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再把他们统统打倒，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用传染病学的原理来说的话，它是一种针对易感人群的操作。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已经没有机会再换人了，第二，即使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查不出任何证据，不管中国在台湾布了什么线，几乎也都不能用。刘仲敬，查不出任何证据，甚至是查出相反的证据都没关系。例如，你等到事情全部过去，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再宣布这些全是谣言。我举一个具体例子 ,Blumberg, Fritz Affair, 希特勒在掌权以后，
众所周知，德国军方是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对他看得很不顺眼，而他也不可能按照魏玛共和国留下来的那套公务员法或者其他方式对并没有行为不当的军官进行惩戒。他的办法就是让纳粹党去造谣，说国防军总司令 Werner von Fritsch 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件事情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但是按照贵族的荣誉法典，凯撒的妻子是不能被人怀疑的。该军官就按照俾斯麦时代那种动不动就要决斗的作风，第一，他宣布辞职，向他的同僚表示他是一个对荣誉一丝不苟的人；第二，他想要跟造谣的人希姆莱决斗。然后希特勒装模作样的进行调查，调查进行了若干时间以后，他宣布总司令是无辜的。这件事情其实内行人早就知道，但是在这段调查的时间内，希特勒趁住总司令辞职的这段时间，把他自己的人布劳希奇 Walther von Brauchitsch 填进去做了新任总司令，然后对军队实行了一通大清洗。最后他站出来宣布前总司令无辜的时候，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前总司令得到的仅仅是中共喜欢的那种平反昭雪。平反昭雪以后，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而他的同僚老将们也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共产党的平反昭雪也是这样，为什么可以平反昭雪呢？那是因为你的势力已经被打垮了，好不好？打倒了你20年，估计你再也没法翻身了。然后我们宣布平反昭雪，广大民主小清新感动得不得了。其实真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目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我杀掉了你，你这100多斤肉对我有毛的用处？我要杀掉的是你的政治势力，先把你搞垮搞臭，然后过20年再宣布这都是红卫兵的错，或者是江青和林彪的错，不是我的错。皇上英明，恢复你，你过去的关系网已经打散了，恢复你什么呢？只能恢复你的退休金，对不对？实际上人家的政治效果已经达到了。很好，那你去调查吧。你看这个时间点是选择的非常好的，11月20号，所有的候选人都各就各位，你也不能在12月开始调查，还没有到白热化的时候选举就已经举行了。11月底开始，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张三、李四、王五纷纷蒙受嫌疑，像著名处女王小姐的遭遇那样，像尼古拉沙皇说的那样，我命令各位贵族，我们要把她当作处女来对待。这样做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告诉广大公卿大臣，这家伙可能就不是处女了。等到一切都白热化了，选举已经结束了，席位都已经产生了，倒霉的人已经倒霉定了，然后你再站出来调查研究，说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前总司令其实是清白的。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也曾经玩过这种手段，政治家和女人一样是耽误不起的。宋楚瑜在2000年不能当总统，那以后就别想了。女人在20岁的时候不嫁人，你不能说是我在40岁的时候给她平反，说她还是一个处女。主持人，可是照您这样讲的话，这完全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来说的。你站在五眼联盟这边，你当然说，哇，这真是做得好啊。可是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边，他很可能觉得他受了不白之冤，因为你挂出来的根本就是假的啊。刘仲敬，这个区别就不大了。你知道，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的道德观念不一样，他不是以人为单位的，而是以离色流 Cardinal Richelieu 所谓的那种没有灵魂的国家为单位的。红衣主教黎瑟流当时是被人攻击说，你这样搞下去，你像一个基督徒吗？他回答说，人有永恒的灵魂，而国家却只有现世的这顶多几百年时间，人类永恒的灵魂在上帝那里是会得到公正的，即使他死了也没关系，而国家一旦灭亡就永远不会复活。我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国家利益像是古代希腊罗马无神论者所设想的人那样，他就只有这几十年，没有了就没有了，是吃不起亏的。人作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永恒的，而公正的上帝是无法被欺骗的，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你做了初一而我不做初二，这是不行的，因为我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国家。什么叫主权者呢？我们要注意，现代主权者的理论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王权理论，包括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异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国，他的主权理论也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理论，
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儒教、印度教或者其他什么传统。共和国的代表主权者的大公、总统、总督，他的主权概念是16世纪政治学家的基督教王权概念的扩大化处理，其实也是同一个来源。王国是一个政治婚姻，国王是新郎，王国是新娘。由兰斯大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礼，就是由牧师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礼。国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结婚典礼上跟新娘交换了誓词，这个誓词是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的。丈夫作为一家之主，要为妻子而向上帝负责，这个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妻子方面，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方面，所做出的是基于责任、荣誉、信仰的自愿效忠，而不是基于利害关系、恐惧、威胁、暴力的被迫服从。如果他需要强迫妻子，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服从，那么基督教的婚姻就实际上已经破裂了，双方都已经背弃了对上帝的承诺。这个婚姻观念跟希腊罗马或者其他异教世界当中的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婚姻观念来说就差别很大了。可以说，按照这种理论来看的话，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小孩和小猪一样都可以烤住吃的政治社会。这种观念在16世纪变成了包括各共和国的观念。主权者是什么呢？主权者就是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样，他替你去承担正义或者不正义的选择。比如说法兰西国王决心跟土耳其人联盟，或者去打西班牙国王，这是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由法兰西国王作为神圣正统的君主替你承担，法兰西的国民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是非正义或有罪的，国王要负责替他承担罪行。就好像说，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妻子的行为不是由妻子自己负责的，如果妻子做错了什么事情，她是为她的丈夫做的，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家之主，为他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负责，妻子的罪也是他的罪。换句话说，包括国王和共和国元首在内的主权者，他像是医生特别容易死于败血症一样，是特别容易下地狱的。医生之所以容易死，是因为他要替他的病人去死。国王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建立在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狱，替他的臣民做出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其中就包括为国家利益而做出按照个人道德来说是不道德的事情。例如，假如黎塞留的神学理论是正确的，由于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柱，如果被假冒为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倒了，基督教世界蒙受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来打击西班牙国王，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如果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话，法兰西国王是要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而下地狱的。相对而言，他的臣民在为土耳其人屠杀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时候是没有良心负担的。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臣民并不是根据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去这样做，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跟土耳其海盗勾结，去杀了一个英国和西班牙的基督徒，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如果国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命令臣民，根据他在国王加冕典礼上所做出的效忠誓言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么如果有罪的话，完全由法兰西国王承担。其实这个理论现在仍然活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理论当中，包括美国总统首按圣经宣誓就职、乌克兰总统首按圣经和宪法宣誓就职的仪式。这些仪式在深受无神论传统熏陶的中国人看来基本上就是儿戏，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的重要。所以中国人的婚姻和他们的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无神论者来说，现世的一套房子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的多，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会理解歪。主权者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事情，执行者的道德责任是归于主权者的，这一切的有罪无罪都是算在主权者头上的。所以夏多布里昂 Friend Tom B. Chateaubriand 才说，拿破仑的军队在内布勒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移民，在阿卡 Acre 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战俘的时候，在上帝的账簿当中就给他扣掉了一分。直到有朝一日，上帝撤销了拿破仑曾经被教皇祝福过的合法性，
以拿破仑的名义曾经做过所有这些坏事的人的罪行全都落到拿破仑一个人头上，这是拿破仑当这个皇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所有的政权正如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所说的那样，都有毁灭的一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圣经上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 Romans 6:23。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恶贯满盈，你就得死。国家也是这个样子的，主权者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须做不义的事情。你想要制造一个无罪的国家，就像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一样。儒家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基督教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也不存在好国家和坏国家的斗争。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坏的，都是必须做坏事的。这些罪都要落在主权者的头上。像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上所说的那样，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给人类，人类在沙滩上拼来拼去，拼出了巴比伦、罗马、英国和法国，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而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内部发酵起来，使得美轮美奂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人类又要在沙滩上重新搭起积木。这个是人类的永恒处境，是不可能改变的。负现实责任的政治家像黎瑟流，他就不能像沙漠里面的基督教隐士那样说，世界是罪恶的，我只能在沙漠上忏悔，我是法兰西王国的首相，我对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利益负责，对现实的、眼前的、终有一死的、没有灵魂的国家的国家利益负责，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说明你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你也可以让土耳其苏丹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主权者，自己做费拉或者沙漠隐士。如果你觉得不行，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权者。你必须像克伦威尔在出山以前所说的那样，要把罪恶的责任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而且还非得要承担犯罪的责任不可。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裁决他的标准就只能是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可以做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则是不可以做的。这个就是主权者的伦理观念，它跟寻常人的伦理观念是不一样的。为主权者服务的公职人员只负责技术上的东西，道德上的正义性要由主权者替他们负责。主持人，可是像美国人在他们的电影里面所表达的概念，任何一个人在战场上应该还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战，所以美国人特别讲究战争的大义名分，或者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宪法。任何一个法官，即使在没有明文法条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依照他对于人类的理性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观念去创造法律。照您这样讲的话，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人也相当于在担负主权者的功能吗？刘仲敬，主权者本身就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是一个抽象。国王有两个身体，他作为人的那个身体并不是他的政治身体，他的政治身体就是王国本身。王国并不是国王及其臣民的简单组合，而共和国的主权当然也不是总统或者总督，而是每一个公民做出的相应选择的一个总的积分。这就像是蚂蚁窝里面的每一只蚂蚁的集体行动一样，整个蚂蚁窝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而每一个蚂蚁则像是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样是没有智慧的。这样形成的公义才产生了主权者，但是公义本身是看不见摸不住的，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它就体现为在神圣符号包围下的国家元首个人。王权的神圣性或者法统的神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主持人，在周末香港进行了区议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并没有办法影响特首选举，因为在区议会选举跟特首选举中间还有一个功能组别的问题。结果发布之后，是建制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虽然他们还是拿到了 40% 左右的选票，如果他们种票种得够积极的话，下一次还是会赢的。但是您在这之后就说，这显示很可能对香港基层的管制已经开始松动，共产党在他能够完全控制香港的基层组织之前就必须要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白区党惨败，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或者行动？刘仲敬，政治从来都是有两层的，所谓法国第一共和国所说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 Active and Passive Citizens， 技术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始终是存在住随风倒的大多数和不妥协的少数。
在稳定时期，不妥协的少数和随风倒的大多数是没有办法区别的。但是关键时刻的博弈实际上是由不妥协的少数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的，随风倒的大多数都是跟住他们走的。不妥协的少数形成的硬核如果不打倒的话，斗争就只能以硬碰硬的方式进行。建制派其实不是一个派，而是几个小党和若干法团的组合。法团是只有特殊利益的，按照政治学的理论来说，它没有一个政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一个相当于行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它是一个游说集团，而不是具有政治整合作用的政党组织。在不涉及自身特殊利益的情况之下，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质分量是零。如果在技术上他们占有分量的话，那么这个分量是随风倒的，因此他们没有确定的政治效忠。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法团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英国人把它带过来以后，把原先本身不具备法团权力的行业团体赋予了法团的相应权力，但他们还没有强健到能够行使相应政治责任的地步，因此他们在英国人存在的时候一直是跟住英国人走的。英国人离开以后，就出现了英国人留下来的真空由谁来填补的问题。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香港民主党那几个小党，像法兰西七月王朝时期的人权社 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 之类的团体所做的一样，企图依靠舆论政治的力量，把这个薄薄层面的舆论多数看成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天然代表，继承英国人的权利。而共产党和原来只是依附者的包括商团在内的各法团组织联合起来，把他们踢开，瓜分了英国人留下来的权利，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共产党得到了大部分权利，法团得到了大部分财富和小部分权利，而中产阶级的舆论操纵者则发现他们卖力的鼓噪了十几年以后居然一无所获，于是就构成了彭定康以后香港基本政治斗争的格局。而共产党这么做是因为他从香港想要得到的资源是在那些人的手里，而不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太熟悉了，就是他在对付国民党搞统战时期那些大公报或者民盟之类的粉红色知识分子的同类。这些人根据经验来说，除了自己的口水以外是一无所有的，统战价值是很微小的，而他在香港所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资源，能够办事懂得怎样操纵市场经济的人全在商界和法团那里，而商界也有一部分他埋伏的匪谍，因此统治者所谓的建制派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少数掌握住关键部分但是职位和级别不一定高的匪谍，加上一大波想要扩大自身地位的法团，形成了建制派、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那些法团组织当中跟英国人亲和力比较强的，比如说律师工会之类的这些少数法团，形成了非建制派。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是临时性的瓜分，无论是所谓的建制派还是所谓的泛民，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坚定的忠诚。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说泛民看上去是由那些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人组成的，他们所拥有的选民的参与深度也很低。直截了当地说，你如果看1940年的那些报刊，如果他们有基本选民的话，那就是中学生、大学生和读报纸的这波知道分子。如果从识字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就是全国，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只占全国人口的5%。老百姓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会给他们投票，但是两者之间是没有深刻的组织联系的。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组织开始展开和分化的表现。共产党控制的匪谍也是少数，他们所依赖的封建性很强的法团自身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游离在政治范围之外的。香港处在那种政治动员产生以前的状态，大多数人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就体现为区议会的极低投票率，实际上很多人是自行当选的，只要愿意去就可以产生。按照民主派的观念来看，这是共产党的错，但是实际上英国在18世纪经常也是这样的，一个选区的豪门大族基本上被默认为是当地的当然议员，他到国会去投什么票被认为是跟普通民众基本不相干的事情。联合统治的结果就是匪谍和以商界精英为核心的功能团体的联合统治是有条件的，两者不仅瓜分了香港的利益，而且还瓜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经济这一大块。
共产党在80年代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根本不会搞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香港人的话，我们是搞不成的。这在刘德华的电影和很多的香港电影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大块蛋糕，他们是重要的受益者。只要这块土地没有开垦完毕的话，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李嘉诚的出走实际上已经说明这块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开垦完毕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现在不再认为他驾驭不了市场经济，他可以通过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去驾驭市场经济，可以迫使港资退出了。所以香港的二次回归跟中国大陆自身的去市场经济化是同步的，是同一个政治进程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呼应的。香港其实在市场经济当中是发挥了共产党主要合作者的作用，没有香港的话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结束，至少共产党认为它是可以结束的，也使得香港的官商共治的结构濒临结束。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建制派的忠诚是不可靠的，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们很像是1950年的开明士绅，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是应该被打倒和抛弃的物件。所以建制派或者说是香港人所谓的保皇派的阵营是不巩固的。泛民这方面2014年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些人，2014年以后几乎全是年轻人的本土派开始崭露头角。由于年龄段层的缘故，基本上领导层都是温和派中国人，但是在选民当中可能有1/4实际上是香港人。这个结构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成长。所以本土派其实差不多全都是20岁出头的人，社会上的资历几乎没有，政治经验也几乎没有。这种局面之下，他们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而泛民的头面人物只要做得到的话，有很多人是愿意跟共产党勾兑的，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统战利益。二次回归的结果就是目前香港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愤怒的青年，而收割者却是原来泛民的那些老人，因为青年自己的领袖还没有成熟。现在的情况是，关键时刻是要靠极少数硬实力的，跟风到的大多数不起作用。我们要注意，白区党是没有硬实力的，所有的匪谍都没有硬实力，他们所依靠的硬实力只能是人民解放军，而泛民也没有硬实力，他们顺风借势，像是拉法耶特将军 Gilbert de Motier、Marquis de Lafayette 借助国民自卫军 National Guard 和巴黎公社的力量威胁国王一样，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土派的好战分子。就是这为数极少的两种人才是博弈的根本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真有进行战争的能力吗？如果没有进行战争的能力，那么整个统战结构就崩溃了。建制派的很多人不会为了一个没有保护能力而又已经准备出卖和牺牲他们的人效忠，所以这就会产生双向的勾兑。要么共产党就直接出兵了，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在真正的战争的过程中迫使好战分子的核心成长为军官，把温和派挤到他们中间，变成他们的走狗和炮灰。要么要继续勾兑的话，已经被证明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建制派，像自由党这样的小党和很多功能组别将会被认为花了很大的代价统战你们，而实际上拢不住香港社会，你们将被抛弃。反过来他们也会预感到，第一，他们自己将会被抛弃，第二，共产党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香港的统治权很可能归了另一边，他们会主动去找另一边勾兑，因此阴谋的线索会立刻展开。例如选举一结束，远警就不再进攻了，他们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军队一样，只有在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出兵的情况下才会忠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如果苏联军队不来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没有必要去得罪自己未来可能的主人。在1990年，很明显团结工会 Solidarity 就是未来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所以阴谋的线索必然会展开。建制派原先也就是占有40席左右的勉强多数，他的敌人一直都有29席左右，而这40席是极不巩固的，属于功能组别的那30席当中有5-6席是坚定的反对派，有10几席是不大靠得住的动摇分子，他们很容易像1990年的波兰国会中的农民党 Polish People's Party 这些统战小党一样，在关键时刻倒向团结工会一边，
主持一个排除波兰统一工人党而由团结工会主持，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原有的统战伙伴农民党之类的小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结果破坏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国会计划。本来三分之二的一席是推荐一席，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他的统战物件占据，但是统战物件中的一部分到了割，于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反而变成少数了。这种事情随时都可以发生，例如在下一届立法会当中，如果有十席左右的功能组别倒戈，如果有街头暴力、远景不干涉、解放军不来的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以及泛民在选举一部分由于区议会会给他增加五席新的代表，另外选举中声势造成的那些摇摆选区的波动使他可以再增加五席，这样形成的多数会导致雪崩，会使立法会通过一个有利于泛民的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对于两面人来说就等于是我把我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效忠再卖给团结工会或者卖给泛民，在新政权当中20年之内可以取得跟原来相同的地位。我们要注意，现在这个波兰在1995年还是不存在的。阿文萨 Lechman 下台1995以后，上台的仍然是一个前共产党人 Alexander Kuznetsky， 是一个类似马英九的角色。现在这种坚持追杀前共产党罪恶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分割政权的两党制是在最近10年才形成的，试过了一代人时间，也就是20年时间。实际上这种现象开始于1989年的末期，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确地认为波兰的主权者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没有什么罪的，只是一个小跟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苏联人所做的，追究责任要追究到苏联人的头上，所以我们只比波兰农民党稍晚一步的倒戈。倒戈的默契条件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被追究，一切罪行都被说成是俄罗斯侵略波兰的传统罪行，而不是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干部可以变成市场经济的第一批受益者，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进入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民主党的身份进入波兰政治。他们最初比起团结工会派生的各党、天主教会的各党更有钱，因为他们掌握住国有企业，他们更有经营企业的机会。最初的市场经济当中，他们甚至是占上风的，而他们的政治经验和关系网也比从反对派起家、有知识分子但没有行政经验的这批人要强得多，因此才会产生马英九现象。你注意，统战向来都是只能维持一代人的。香港的官商联合政府其实就是匪谍和行业团体的联合政府，这个统战跟抗战时期共产党和开明绅士的联合政府一样，都只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结束以后必须重新洗牌再斗一场。斗一场的目的和效果各方是有自己的意见的，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就是按照土改和镇反时代的那个做法，过去的统战物件现在要被我们打倒了，所有的权力都归共产党了，这叫二次回归。按照泛民那方面的想法，当然是圆桌会议模式，共产党和行业团体之间的联合结束了，现在行业团体应该到我们这一边来，在美国人的保护之下形成一个类似波兰的变化。你要注意，共产党这方面的看法比大多数民主小清新和流亡者要正确得多，他绝对不会像是变态辣椒或其他人那样骂川普怎么样背叛了我们什么的。共产党十分英明而正确地指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委员会的工具，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以为资产阶级更换他的代理人会对我们有利。请注意，我们在涉及实质权利上，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上要牢记一个基本真理，共产党虽然不是都对的，但是他们通常是比反对他们的人精明的，因为他们是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包括对美国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像变态辣椒或其他人痛骂的川普那些行动，熟悉1990年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是一步不差的按照当时的剧本走的。川普要求习近平跟黄之锋对话，就是要波兰统一工人党跟瓦文萨对话，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国家的统治者和一个犯人放在相同的政治地位。现在他又说，我跟习近平和香港人民都站在一起，于是不知好歹的流亡者又开始大骂川普背叛了。其实他的意义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应该进入圆桌会议的那个城市了，
而圆桌会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共产党心里面是完全有数的，川普心里面也是完全有数的，而这些完全找不到感觉的流亡者却在那里指手画脚，好像他们什么都懂似的。这个伟大计划只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泛民自身是扶不起来的，就是说他并不是团结工会。从共产党那一方面，从白区党和匪谍那一方面，从统战物件和功能组别的方面来看，这个计划是天衣无缝，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敢说，他们会在泛民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主动的投怀送抱，拿出他们美妙的方案来。而共产党没有军队可用的软弱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如果他可以运用军队的话，林郑就不会同意搞独立调查委员会了。这显然说明他已经像是1930年的张学良一样被套牢了，但是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路易十六策略，所谓的让步太迟太少。你要么在你能够掌握局势的情况下主动让步，要么在敌人已经逼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有种像迪奥朵拉皇后 Theodora 说的那样，宁可穿住紫袍死在王位上，绝不能示弱于人，一旦示弱于人你就完了，有了初一就有初二，永远没完没了。而且最后以前死的那些人的责任肯定会放在你头上，你像路易十六一样向法院拼命争论，无论怎么争论都是把自己送到敌人的手里面，在没有死人以前你应该主动让步，这是最好的，但是当时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人已经死了，血已经流了，你就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死在自己的战场上，或者硬住头皮把他们镇压下去。你在这个时候让步，暴露出来的只是你没有镇压的实力，以及你对远景的忠心并没有信心，同时远景肯定也不会效忠了。我为你效忠以后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把远景交给远景的敌人，然后特首本人表示，皇上圣明，都是你们下面的人胡乱办事，你还指望远景再来给你效忠吗？做了这个姿态以后，你的支持者就已经没有了，就像是路易十六接受了拉法耶特将军以后，法兰西王国的军队就不会再效忠于国王了，他们首先根据国王的旨意镇压了群众，然后国王却抛弃了他们，把巴黎市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招进宫来保卫自己，以后谁还敢效忠于这样的国王呢？国王现在两头不是人了，被他招来的拉法耶特将军和国民工会 National Convention 不会因此而信任他，人家只会觉得现在你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求我们的，我们如果不借此机会把你斩尽杀绝，下一次你有了办法以后再来秋后算账，我们是傻瓜吗？同时法兰西王国的传统力量就觉得国王已经背叛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再忠于他了，这是一条两头落空的道路，走出这一步背后所体现的资讯就是共产党没有兵，或者是出于决策混乱，他不能使他在香港的代理人相信他会出兵，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相信苏联人能够出兵而且会出兵，那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实际上川普在对付共产党以及对付共产党的代理人这方面已经是把所有的牌都拿在手里面，随时可以绞死你。唯一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泛民并不是团结工会，他内部并不团结，他没有真实的组织力量，是一波毛泽东轻蔑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混乱组合，他们自身很容易被白区党的高明攻势击破，而胜利的机会送到他们手里面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样适当的运用。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们驾驭不了他们的选民，这事的糟糕之处就像是皇帝和将军驾驭不了他自己的军团一样，这是一个必败的局面。如果你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失败也是暂时的，如果你不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成功也是为其他人做嫁衣裳的。所以目前的基本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使他不能有效地利用他的资源，但是如果香港的阴谋家们达成的一系列协定使他完全无法忍受，他也会出兵。人经常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出于短见而不能忍受较小的代价，然后等到较大的代价出现以后，他不得不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出兵，然后局面将在混乱中间演化到立法会选举，香港现有的政权就要完全崩溃了。但是恐怕泛民这一方面无法解决独派、暴力派、基层选民以及他们原有的敌人之间的和中共济的问题。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有能耐把有可能投诚叛变的建制派和其实已经把他们骂成叛徒的香港青年组合起来，统统变成他们自己的手下人的话，他们就赢定了。团结工会得到的东西眼看就要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落到他们手里面，但是他们不能，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被他们手下的群众冲住走的，他们指挥不了群众，也控制不了群众，而控制不了自己的群众的人也就无法接受敌人的投降，也就没有办法收编和改编他的敌人。因此这样的联盟和这样的阴谋是短命的，它产生不出波兰这样一个稳定的后共产主义政府，而是顶多只能产生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和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那样的政府，是没有威望的领导人和他控制不住的敌人形成的同床异梦的短命联盟。这个短命联盟迅速的会破裂，形成新的比原先更为惨烈的实力对抗。在实力对抗的过程当中，民主和民主的所有希望都付诸东流，权力迅速的转移到无论过去多么卑微但是由于因缘际会而敢于使用暴力而且证明自己能够使用暴力的那些人手里面。主持人，所以照您这样看，这个时间线其实相当相当短，摊牌时刻几乎就在下一次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的那个时间。刘仲敬，我们要注意，现在是一个比弱点的时代，所以会出现很滑稽的局面，看上去越是强大的人越是软弱，因为他承受了太多的负担，没有负担的人因为没有负担反而变成了他最大的优点，他能够迅速行动和掌握局面。共产党方面是我了解的，我认为他主要是因为自己机构的庞大而无法集结力量，以及各种苟且和混乱的假消息使他失去了迅速决策的能力。按说他应该现在就出兵，如果现在不出兵的话，至少也应该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出兵，但他很有可能在立法会选举遭到一次新的失败以后，阴谋家设立的团体以为共产党已经死定了而把他像失败者一样踢出来以后，他才像1937年的蒋介石那样已经背住卖国贼的名号突然跳出来做抗战英雄，在错过了较好的时机以后，在较坏的条件下仓促地投入战争。这些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内部，因为香港的失败必定冲击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香港的利益集团像李嘉诚本人一样已经深刻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之中，这是跟台湾没法比的。就是说你的妻子发生的事情会对你有极大的影响，而你想要追求的但是并没有答应嫁给你的女人对你的利益却不会有什么冲击。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连任和他在国内的各种措施，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摊子太大，以及由于他自己的决策能力有问题，资讯管道也有问题，做不出及时的反应，但是他的敌人比他更加软弱，当他们以起哄的方式开始逼宫的时候，相应的反应还是会发生，但是这来得太晚了，他很有可能会拖到立法会选举之后的，因为明显来说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15000字到此为止，本文完整版共17089字，剩余2089字的内容以及完整视频请加入刘仲敬文稿站 script.com 会员进行观看。